者林佑晨新北报道，富邦集团取得新庄球场十年经营权，耗资破亿，打造出焕然一新的悍将新主场。27日主场首战，邀请球迷踊跃进场感受新球场氛围。富邦悍将新庄主场全面翻新，外野重设 LED 大荧幕，内野本垒后方也有 LED 荧幕，球员休息室、休息区和用餐区也全面翻新，一垒侧多了室内牛棚练习区，球场也架设 Trackman 系统供球队勤搜。领队蔡成儒说，室内练习区部分设计上有参考国外球场，休息区过往座椅因阳光照射会过烫，也改用木造座椅。富邦悍将球员今进到球场，不少球员都是第一次看到新的休息室，感到惊艳。曾旅美的胡金龙就说，以现有资源，球团能做到这样真的不简单。蔡成儒介绍主场设施，记者林振坤社。富邦新庄主场，记者林振坤社。富邦新庄主场环形 LED 屏幕，记者林振坤社。富邦新庄主场商品旗舰店，记者林振坤社。富邦新庄主场美食区，记者林振坤社。富邦新庄主场儿童游戏室，记者林振坤社。富邦新庄主场观众席厕所，记者林振坤社。富邦新庄主场观众西南厕所，记者林振坤社。富邦新庄主场观众席电视，记者林振坤社。富邦新庄主场满汉席，记者林振坤社。富邦新庄主场大荧幕，记者林振坤社。富邦新庄主场球员休息室，记者林振坤社。富邦新庄主场球员休息室厕所，记者林振坤社。富邦新庄主场球员休息室治疗室，记者林振坤社。富邦新庄主场教练团休息室，记者林振坤社。富邦新庄主场教练团会议室，记者林振坤社。富邦新庄主场球员休息区，记者林振坤社。富邦新庄主场总教练叶军章特别到关心场内，记者林振坤社。